各位网友恭喜发财，万事胜意，身体健康啊！啊，首欢迎又嚟到我哋望向编辑部嘅 YouTube channel 频道。首录嘅时间就大年初一，2021年2月12日。首先呢度有大马锤马来近，喂，各位网友恭喜发财啊！牛年大吉，身体健康。系啦，有牛又有马，哇！发到猪头，咁啊，仲有澳洲真 BC 啊！各位网友恭喜发财啊！既然有马就龙马精神啦、啊、吓，多谢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好才是真的好啊！系，我家产生嘅，大家好，我呢边就年30万啊，咁啊，等阵要食饭啦，咁啊，好啦，大家中意我哋嘅节目，除咗嚟到大台望向编辑部，仲可以去二台正向部同埋三台沙冷气嗰度点赞、分享同埋订阅，将一个齐抗疫、拼经济、反滥炒嘅信息传扬出去啊！好啦，咁啊，嗱，我哋之前咧就有一节啊，就讲过啊，喺嘥冷气度讲嘅，点评下呢个世界上最有钱嘅皇室就系泰王，并且讲到系英女王，马来西亚嘅邻国文莱，第二就系文莱，蝉联好多年啦，两个都系，今次终于让出咗啦，啊，系啊，即系有人爆咗泰王大镬噶，唔知系咪居心叵测噶，爆佢嗰、那个。咁啊！但系英女王系唔入流嘅，咁样讲。哎呀，得7-8亿美金咋吓，睇上去好似好少啫吓，结果系咪呢？家阵好似唔系喎。系唔知嘅。嗱，首先我而家睇福布斯就估计吓，喺2020年估计英女王皇室 Royal Family 系值880亿美金嘅。哦，系啦，2020年5月报出嚟嘅。咁样讲，英女王自己嘅私产就有5亿2000万美金 ，at least 吓、啊。咁到底系咪咧？咁咧，新近咧报纸就爆咗大镬。其实你哋见到嘅可能系个假象。点解咁讲？因为吓、啊、英女王就任差唔多半个世纪以嚟吓、啊，利用咗一种皇室嘅特权，令到佢嘅财富并冇暴露于人前。一个就叫做 Queen Consent， 即是中文呢就可以译做女需要皇室同意、皇室预准一个冇乜人知的法律程序是什么来的呢？皇室预准和皇室批准啊，跟 Queen Assent 是不同的。何谓 Queen Assent 呢？中文就叫做皇室批准，就是当国会整了一条法案出来，即係佢哋嗰個規矩就係國會起草咗一條法案，將個法案咧就會交到俾最後嗰個咧就交到俾英女王，英女王大筆一簽，佢就會成為法例啊。嗯，君主立憲啦、啊，呢啲係係即係君主立憲啦、啊，即係國會大曬，但係 Queen Consent 係乜嘢咧？任何影響到皇家特權啊，例如國家機部嘅，例如宣戰嘅權力。或者关于皇室资产的法例都一定要征得国王或者女王同意才可以、啊、可以立的。是的、Queen Consent 这档东西就是譬如说于是就开始计了、啊、英国有份报纸就是专门是针对这个皇室的叫做卫报，我们成日都提住它的了。不是世界卫生组织啊。不是世界卫生组织报啊，是卫报 Guardian， 即是大镬。原来在他就职以来有1000多条法律是涉及到皇室的财富的，都是要用这个 Queen Consent 去 block 了超过1000条。那么、即是其实呢英女王呢他的私人财产呢就有很多的。啊那么根据这个卫报呢他的统计他已经找到至少1062份这些法律比 Queen Consent 和 Queen Consent 有关。最出名的呢就是1970年代有一个叫做财产透明法。就有即是不想自己的东西那么透明是吧，是的，于是就交给女王，女王看完之后你要改改、哦、那大家就识路就去改改，就改到他的东西就没有透露出来。而且总之就跟女王
嗰啲錢有關咧，先至可以唔準講，就係唔準講。但係唔單止同錢有關咁簡單，譬如話，喺2013年啊，咁啊，佢話喂，我哋要起條2號高速公路喎、哦，於是打開個地圖一睇，大鑊，嗰條高速公路竟然係經過一笪地，就係倫敦同埋伯明翰之間，其中經過一笪地，嗰笪地係。是关于皇室拥有的21笪土地之一，他们是需要收购皇室庄园的一笪土地，一讲完之后，于是就走，要立法的嘛，你要立法去收地，但是那个地就是皇室的，于是就走去找英女王，于是英女王说跟公众有关，算了，放你一马了，这样，现在至少呢即係近世咧，就是、大約有至少10項嘅同住屋房，即係住房法案啦、啊，嚇、啊，即係起養老金法案啊，等等啊，甚至同醫藥法案啊，個動物權益組織法案啊，都係同女王有關嘅。咁啊，點解話會動物組織法案都同佢有關咧？因為喂，因為有時候如果話要追查啲動物案件，可能就會走咗入去阿英女王嘅私人住宅嗰度，啲莊園嗰度，所以咧就要修改啦，話即使調查人員唔准入皇家，唔准入皇室嘅土地咁樣講嘅。總之，任何影響到皇室特權嘅事，都係屬於 Queen Consent。嗯，嚇，即係甚至話誒，你嘅車應該點樣泊？会不会经过那些庄园、啊、影响到 他买的基金、啊、那些东西呢都可能是会跟他有关的。嗯啊那啊、譬如嗱，而即是千几条里面呢所以可以见到即英国其实很多东西是跟英女王有关。换言之 你所立的那些法例很多东西你都要动用到 Queen Consent。1988年、啊譬如说有一个法案就是影响了 Lancaster 这个运的法案，那么就是关于 Lancaster 的土地开发那些东西。Lancaster 没错。是。于是就要动用到这个、Queen Consent， 因为英女王这个是英女王皇室的私产，就是他的私人的地来的，是为英女王提供了每年几百万英镑的收入，入面有他的庄园。结果呢就是会影响到他发达、啊啊就是。其实是这一种特权、啊、是完完全全 是完完全全是很低调，是没有人会去留意的。现在爆出来就不得了。啊啊、通常呢在会议记录，根据会议记录、啊啊就是、譬如说上议院呢会有一个部长、啊、是要很清楚这条条文，当人家质问到他说喂为什么点点点呢，那些部长呢就要即刻读这条条文出来，关于 Queen Consent 的一条条文去顶返人的质询的、这样。而最新近呢就有即是听落就是没什么东西，他有钱他大晒咯，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譬如说是影响到有些人是很惨的、譬如说在这个 Cornwall、啊、Cornwall 呢这个地方里面呢就有一些人在里面住，有些平民 买了一间屋在里面住，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买的那间屋原来是属于皇室查理斯的庄园官邸范围里面，那就大祸了、啊、他买了一间屋呢，于是他就说 要给地税、啊、好啊给地税，但其实他不是给政府，他是给查理斯的。是啊，那地主不是政府的嘛。是啊，换言之这一档东西的财产就是查理斯的。如他譬如结果在你死鬼了之后、啊、你是卖不到出去，因为那块地根本不是你的，变成你租住查理斯下低的财产。他买卖合约是不是怎样的，有没有特别写明的，根本都没有人知道。是啊，那些友仔开头不知道，即可能早上传下来的屋来、所以他不知道，那就大祸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呢如果你以前封建制度呢，你有事譬如说哎呀我病了，找去回去找那个庄园
即系揾翻嗰个大地主，嗯，就同佢讲，我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农民农奴啊，你有咩事你揾个大地主同佢讲，我阿妈病咗，可唔可以帮下我？嗰啲大地主咧，根据当时嘅社会制度咧，系会俾钱佢。OK。你俾租我，我就会付翻一啲照顾你嘅义务，呢个系封建制度啊嘛，系啊，嗯嗯，但系而家你冇理由话，哎呀我阿妈病咗啊，泉州去敲阿查理斯同埋王子，可唔可以帮我啦？系啊，话你食你嘥冷气啦你咁样啊嘛，咁就大镬啦。而家嗰条友咧就话，吓、啊、我又冇钱吓、啊，我死咗之后，我间屋就卖唔到出去嘅，嗯。因为佢系得一半业，因为佢系得好少业权，甚至系冇业权。佢嘅业权系查理斯嘅。嗯。咁点算咧？吓、啊，即使我买咗翻嚟，有业权然查理斯咁，咁于是有啲人就问阿查理斯，阿查理斯就诶、哎，我唔会应你嘅。咁讲。咁啊，阿查理斯咧，其实喺1970年到2020年之间咧，佢都系用咗同样嘅方法，吓、啊，即系类似 Queen Consent 嘅方法，禁。影響了至少270個法律草案，譬如話獵狐法案啊，即係打狐狸嘅嗰啲咧，都已經係俾佢改變咗，同埋啲人改變佢啲屋嘅繼承法案，喺個 condo 入邊嗰個居住莊園入邊居住人嗰啲繼承法嗰啲已經俾查理斯改咗，咁咧佢點解佢死都唔肯放棄咧？因為每年喺呢個 condo 呢笪地方入邊。他的每年的私人财产是2200万英镑的收入，2200万英镑，几十年喎、啊，难放弃啊，肯定。点放弃啊？吓、啊，咁啊，而佢呢个庄园咧，其实有几大咧？首先系几时做嘅咧？就系1337年，好啊，即系黑死病出现之前已经有十字军东征前后啦。十字军东征一二几年啊，即系呢个咩鬼嘢玫瑰战争之前已经喺度噶啦啊，占地咧就52000平方公顷，喺英格兰遍及英格兰同埋威尔斯21个县都系佢嘅，劲到无伦啦吓。嗯，咁啊，咁咧佢而最切实就系话阿查理斯佢做过啲乜嘢咧？喺1967年咧。就曾經英國政府整咗一個叫租務權產改革法案，但係查理斯動用咗佢嘅 Queen Consent 啊，就將依一個租務改革法案將查理斯喺依個改革嗰度剔除咗出嚟，結果就令到喺佢依個 condo 入邊嘅地產公居民唔係禁止喺特定期嘅情況之下買房買賣房屋。嗯嗯。尤其是佢話啊，如果你嗰啲屋嘅係好古舊咧，就唔準買賣咁樣。如果嗰個業主啊，真係冇錢咁點搞咧？唔係低價賤賣。總之佢就話，如果你嗰個屋係古老嘅屋嘅話，就係唔準買賣，或者影響佢買賣嘅嗰個程序，就係好濕滯嘅。第二個咧就係有關一個島啊，喺英國嘅。西南边咧，吓、啊，即系如果大家睇地图就见到喺英格兰嘅西南边咧，就一个岛叫做石利群岛，吓、啊，咁啊，基本上就距离英国系最西端英格兰本土嘅岛最西端就45公里，由5个有人居住嘅岛聚同埋无人定居嘅小岛组成，吓、啊，亦都系属于开摩云，吓、啊。嘅一個聯繫嘅島，即係亦都係查理斯嘅食邑啦，係啦，中文你可以當係食邑，咁啊會明啦。咁啊喺佢1993年咧，佢就又將嚇、啊、又去搞過嗰啲100個租户，喺嗰啲島入邊有100個租户，其中一個咧，即係令到佢哋嘅房產啊唔能夠隨意變賣嚇。咁、啊、其中一個受到影響嘅咧，就係、是、一個石油。公司的高层叫做 Alan Davis， 而家已经78岁噶啦。佢就系话佢俾人禁止咗话，你唔会拥有永久嘅实权，即系譬如我买间屋翻嚟，个业权唔系你永久嘅，你嘅永久业权系查理斯嘅。即系
佢當係 leasehold 咁啦，係嘛？係啊 ，leasehold 咯，即係好似你你講過嘅泰國，如果外地人入去買係冇永久業權嘅一樣。係。佢1984年咧，佢就特登去買咗99年嘅權利。哦。咁啊，但係咧，佢就認為嚇，即係佢認，但係佢認為呢條法案咧係黐 Q 線嘅。當你想賣嗰陣咧，嚇、啊。即係你諗下，當你發覺，咦，我間屋剩翻30年嘅權利嘅啫喎，咁點算啊？我又要問你王子買過啊，有冇搞錯啊？咁樣講啊，即係，但係咧，佢依一個 con 和，佢哋依一個中文譯咧就係叫 con 和公國，即係阿查理斯嘅食邑咧就講到明嘅喺嗰條法律嚇。奧漁業好出名嘅啊。哦，就話 con 和公啊，唔好意思 ，con 和公國。同埋 con 和公國嘅委嘅 council 啊，即係委員會或者可以話議會嚇、啊，都唔能夠都唔會，即係佢係喺嗰個全國嘅粗務法律之外嘅例外嚟嘅。嗯。嚇、啊，算係特權啦、啊。係一個公係一個特權，但係冇人爆出嚟嘅。而第三個咧，就係、是、有關於所謂 Somerset 依笪地方嘅法案。嗯，嗰度咧就一个农民啊，吓就即系有一位仁兄啦，系嗰度三个租户，啱啱好喺新密石嘅地方买咗三个租户，咁啊佢喺嗰度租翻嚟，而佢系俾 con 和公国讲到明，你系唔准买我哋依度嘅永久业权嘅，咁讲，你净可以租嘅啫。咁但系问题咧，佢哋开头买，佢哋系原来咧1996年咧，依、這个叫 Gillins 嘅仁兄。他在1996年見到，咦，依度依間房好靚喎，哇！結果就買咗翻嚟，買咗翻嚟先，即係佢開頭諗住揾律師講，佢諗住啊 ，con 和公國啊 ，con 和公國買啦，但係佢冇諗過，原來你喺個買個 con 和公國嘅屋係冇永久業權嘅，嗯，你嘅一切都係屬於查理斯嘅屋哦。咁如但係依樣嘢擺到明係封建制度嚟噶嘛，點解可以咁樣做呢？君主立憲國家會有呢啲特權嘢嘅喎，你冇忘記喎，因為皇室都係要需要一啲尊重啊，一啲特權嘢。話封建，陶傑唔贊成喎，小龍 DNA 先封建噶嘛，係嘛？係咁嘅喎，如果唔係邊個？我喺佢最崇拜嘅啊，英國原來仲係有呢啲咁嘅封建嘅小國家嘅喎，好似係嘛？係啊，係啊，咁佢嘅話呢啲係優雅啊嘛。有一些好像甚至好像大马咁，系有甚至有刑事面控权嘅添。系咯，哦，即系俾人剥削就优雅噶啦，好嘢吓。系啊，呢啲真系小农之优雅，唔系皇室你就系土豪，即系就咁睇，简直系即系而家咁样爆出嚟啊吓，就啲人问查理斯嗰啲，你点睇啊？你咁样压榨你下低嗰啲人吓，买咗你嗰啲屋系冇永久业权噶喎。咁佢都，我哋不以自評，嗯，就係咁樣嚇，而家係出蠱惑。咁啊，皇啲而家啲皇室專家咧嚇、啊，就即係嗰啲所謂皇室專家咧，而家開始同阿查理斯嗰班人密密冚啦，就話：，切，衛報講嗰啲嘢，其實都唔係新鮮事啊，30多年前啊，已經有皇室爆料人爆過啦。不過衛報是因為長期反君主制度才說這些東西，說到好像查理斯那些有陰謀而已，這樣說、嗯、但是皇室是否有特權到這個地步呢、啊、一說查理的錢你立刻要我用女王狠手、啊、Queen Consent、啊、來按住你的錢，其實你是不是真的整天就即剛才歸後跟真 BC 都說過，英女王好像很穷喎、啊，得闲就话冇钱收得温莎堡喎、啊，仲要筹旗喎、啊，货金喎、啊，原来唔系噶，唔想用自己钱啫。哇，咪 cheap 咗612咁。咁佢有钱过612好多，讲真，即系佢而家面嗰面系得六系得700亿美金啫，但系佢你谂下，系880亿，唔好意思。哦，唔係佢係佢皇室價值啫，但係佢嘅資產啊，啊佢資產得700亿美金，面嗰陣就嚇，大家記住面嗰陣，佢以前殖民地掠奪咗幾多？係咯，嗰啲歐盟200年嘅殖民歷史，大家諗下啦，非洲、印度幾多貴價金銀珠寶，包括當時中國搶咗幾多，唔使講啦，係嘛？大家心入邊有條數啦，扮窮啫。係，即係因為如果俾人知道佢非常有錢咧。
係會真係隨時會俾人搞到佢。係啊，因為有啲左翼已經會喂，我年年使幾百萬磅去養佢，應唔應該先？納税人啲錢嚟嘅噃。係咯，即係所以係要小心，即係會隨時係會俾人仇富噶嘛，啊，然之後就廢你君主制啊嘛。所以阿英女王對於阿梅根成日話 show off 好多錢依樣嘢咧，係好不滿就咁解，會累全家噶嘛。踢走咗啦。係。即系，但系佢哋系咪真系咁冇钱咧？都系吓，不嬲都系好唔中意呢位新抱嘅，由一开始到而家。系啦，佢有色人种啊嘛，吓咁咯。即系无论点都好啊，吓依单嘢，到最后都系值会剩落嚟嘅，而到咁上下的都会抄翻出嚟。不过正好俾大家知道，英国嘅皇室唔系大家想象中。哇，好清廉啊！唔系嘅，可能英女王先至，即系英国皇室先至系呢个世界上最有钱、最有钱嘅国王。嗯，因为你永远都唔知道佢有几多，而且证明而家太皇系有人想揼佢，如果唔系都唔会爆佢大镬啦，系咪？系、哦，唔爆出嚟仲一直谂住系文莱 number one 添。系咯，一系沙地咯，本嚟人哋就咁沙地或者文莱啦，系啊，因为你冇石油嘅国家可以。上到榜是有点惊讶，但是地多一定有古惑，是我觉得有古惑，但是 你想想就算泰国 你就算占再大量的地、嗯、始终泰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它的即那些物业始终的价值都是不如很多国家嘛，所以其实 我觉得是你说泰王 是不是有这个数，我觉得它有的，但是你说其他人肯定报细数或者被人查细了是吧好咁啊，今次节目时间差唔多咯，系嘛？多谢大家，拜拜，拜拜，拜拜。